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arita， 今天很开心带大家来到一年一度的 JMA 香港国际珠宝节。原来这个珠宝展是本地唯一一个开放给公众人士参与的，让大家在圣诞前夕之前尽情 shopping， 除了买礼物给朋友之外，当然要买礼物奖励下自己啦。好，开场白就不讲那么多了，即刻带大家入场看看什么正嘢先。JMA 香港国际珠宝节每年都会于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Hall 1和 Hall 3FG 举行，参展商来自29个国家及地区，云集约900个参展商及1500个展位，咁多嘢睇，咁多嘢行，真系可以行足一日噶。喂，有正嘢啊，过嚟睇下，一套系4580蚊，真系超抵啊！佢有耳环啦、颈链同埋戒指。好，作為一個精明的消費者，等我望下有幾多份石先。耳環咧就有64份，頸鏈咧就有30份，戒指就有33份。哇，4580蚊就買到一卡27份石啦，好抵啊！好靚啊！好啦，買埋呢對。哇，呢度啲 design 好靚啊！呢款咧又好似好啱去 wedding 喎，呢個咧藍寶石又好靚咧，好想送俾媽咪啊！啊，點揀好啊？全部都咁靚，都係一年一次啫，不如買曬佢啦！好啦，我要呢兩個啊，唔該。等等，唔覺唔覺已經買咁多嘢啦。不過買完嘢咧唔好走住喎，因為可以參加呢個一日一卡大抽獎噶。哇！今次我買咁多嘢，粒 GIA 一卡鑽石一定係屬於我嘅。入場人士已經可以獲發抽獎券一張，同時凡現場購物滿3000蚊港幣，即可換取抽獎券一張。買得越多，換到嘅抽獎券就越多。咁等我將啲抽獎券入箱先。嗱，提提大家先，買完嘢，參加完抽獎之後，啲單仲有用嘅喎。買夠指定金額就可以做 JMA Club 會員。三年免費入場，咁我下次嚟就唔使再排隊啦。行到攰攰地 ，JMA Club 仲有個地方俾大家休息一下，飲下咖啡。當然仲有好多好多會員優惠，所以買夠指定金額就記得入會啦。原來仲有有獎遊戲玩啊，勁簡單，掃兩掃就有禮物。今次真係收穫勁豐富啊！今日真係好開心啊，行足一日，買足一日啊！我都是時候回家休息一下，同埋欣賞一下啲戰利品啊！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